那个都是元祖时期的杨将。这一球，看看球飞出去，飞出去，这个千里之外，哇，林立单场双响炮，为了庆祝连续两天我们都没有新增案例，他不止两分炮，哇，你今天双响炮两只都是两分炮，而且球队因为他的关系现在逆转了，哇，对。先看这一棒，哇，扑下去扑不到，蒋志贤的一个穿越安打出现，所以这个半局呢，富邦悍将有攻势，首名打者呢就安打上垒，但这就是职业运动员，你真的随时都要有心理准备的事情啊！哇，打得还蛮深远的，还在推哦，看着球是不是千里之外上看台，所以弟弟带上来一样轰啊！哇哇，而且轰得比哥哥还要远啊！哇，中间方向哎。不过我觉得就是说，好像有刻意的要去攻击高国麟的内角高的这个位置哦。哦，就这一棒呢，打得还蛮深远的嘛，还在飞哦，看着这个球，千里之外，林立的威力真的是非常的恐怖。两分打点的 home run， 现在那一口气呢，把战局给扳平了。稍微一个失头，稍微偏高一点点哦，林立马上就掌握到了。对，今天他高国麟都有本季首轰的这个出现。哦，就这一棒拉过去了，还在飞，看着球，出去了。错 ，home run。是没有任何安打，今年开季到目前为止三支安打，有两支是全垒打，生涯的头两轰就在这三场比赛出现。哇，就这棒啊，打力是蛮不错的，向后追追追追追，看得到，越过去了，哇 ，home run， 戴培峰，哦，今天呢真的是。也是全垒打大对抗，刚刚的三分炮现在领先就只剩下一分了，而且戴培峰本季的首轰也出来了，是有很重要的纪念意义的。结果下一棒，哇，李宗贤这一支安打现在拦住了，有办法上二垒吗？球已经做回传了，要比速度，哇，没接到，有点挤到，但是会不会成为一个刚刚好的安打？好，那现在二垒上的跑者被挡下来，哇，这个球已经挤压到了，结果还是成为一个蛮幸运的场地安打。哇，这球打出去，哇，还蛮深远的，这个球落地成为了一支安打。那这样回来一分当然是没有问题，有没有办法挡下第三个呢？ Safe 没 take 到，哇，那这样子是安打带有两分打点，现在这个半局富邦一口气。原本落后三分，现在反倒取得一分的超前了。哇，结果这一个弹啊，手套碰到反而弹到外野去，这样子看记录应该会是一支安打啊，因为这个位置朱玉贤要扑下去是有一点小勉强。哇，这个球有点硬碰硬啊，直球过来打得还蛮深远的，撞墙了，看着球飞出去，千里之外，这是林奕泉本季首安首轰，在今天出现就是这一个打席。哇，波朱哥这个球哦，要小心，因为撞到了这个防护。对，因为他往后退退退，你应该跑在这个红土警戒区的时候，应该就有意思。这一棒打得又蛮扎实的，要看落点。哎呀，过去了 ，home run！ 哇，这一棒 home run 又把这个比分的差距给缩小了。但这就是棒球，刚刚应该垒上是可能没有人的。对，而且垒上没有人的话，他第一球就不用急着去抢好球速哦。哇，这把大力打的是蛮扎实的，但因为太强了，所以现在要拼板垒，滑滑的一个回传，传偏了 ，save， 比赛追平，廖建富代打成功，适时的一个安打，哇，今天这场比赛啊，真的又把中华职棒的精彩
推广到全世界啊。对，哇，有这一把达利似乎是被逮中了，看着球是千里之外上看台，哇，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你来我往，花花呢咬中了这一颗，感觉真的有一点石头的球路啊，扫得非常的扎实，再把领先的分数呢给要了回来。但你看那个都是元祖时期的杨将，这一球看看球飞出去，飞出去了，这个千里之外，哇，林立单场双响炮，为了庆祝连续两天我们都没有新增案例，他不止两分炮，哇，今天双响炮两只都是两分炮，而且球队因为他的关系现在逆转了，哇，林立太恐怖。